以及我们今天来参与活动的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好，我们小朋友一二年级就是不一样，最有礼貌，最有精神。好，今天是我们一年级的大树下音乐会。好，今天早上啊，一早你就看到爸爸妈妈跟着我们小朋友，陪着小朋友一起进入校园，准备来欣赏小朋友今天的演出，要给小朋友加油打气啊！大树下音乐会是我们每一年吉原校园里面最大的事情啊，这个音乐的盛会，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视。大家都知道，我们吉原的小朋友一定要会吹奏或者是演奏乐器，要能够欣赏表演，自己也能够站上台来演出。所以大树下音乐会就是提供给我们小朋友有这样子一个能够把我们平常音乐的学习、艺文表演的这些素养啊，还有我们班级的团队合作的精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做一个展现。今天我们小朋友要把平常大家学习的成果呈现在爸爸妈妈的面前。这一阵子我看我们小朋友非常的卖力哦，大家是不是练习了很久？对，好，所以今天要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表现给的爸爸妈妈看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爸爸妈妈也不要背起你的掌声给我们的小宝贝，好，打气加油，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小宝贝的演出。谢谢大家，谢谢。在这个寿星里头呢，依然欢迎一年中班所带来的表演《世界真奇妙》。我帮你，世界健康操，预备。